那今天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博尔动漫季的 Linky Tour 2019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请来了包括是台湾，包括海外很多优秀的演出者来到现场，要给各位呈现最棒的演出。那我们相信台下观众，你们也是最棒的一群。我们今天呢，台上台下一起来缔造一个最棒的舞台哦。好，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，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先跟大家来宣达一下。好，首先呢，就是呢，我现在看到前面刚好没有，我觉得非常棒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今天的所有脚架，请大家不要架在红线的前面。好，那也尽量呢，你如果要架的时候架脚架的话，后面的 A 台那边有个台子，好，可以架在后面，那不要影响到我们前面的视线。再来第二点呢，如果你有带自拍架来的话，请你不要把它举超过你的头，因为这样子呢，会影响到后面的人的视的体验，然后会上面台上哦很嗨，然后你后面讲自拍好开心哦，然后后面人就会有点生气啦。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尊重一下彼此。我们自拍架，请大家举超过头哦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现场呢，今天呢是没有特别限制各位不能够拍照或是录影的，但是还是再一次，主持人在这边再一次提醒各位哦，我们现场演出的最重要就是现场氛围，不然你回去看 YouTube 就好了，干嘛来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最重要的，除了你想要留下一点回忆之外，稍微好，你录一点呢，你拍一点照，觉得很开心了，希望呢大家可以用自己的眼睛来确认我们这些演出者现场的魅力，然后呢，来把这个很好很好的体验给亲自带回家。好，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现场，有人今天就来说我要打一打好打满吗？有吗？好，现在还没有，姗姗来迟。好，如果呢，你想要打一，真的中间很嗨，我想打一，我要喊空 ，OK。但是呢，要注意你自己还有身边的人的安全。好，不要在那边突然施展大招，旁边都飞出去，这样不好。好，如果你要打一的话，请你找一个比较空旷的位置，然后尽量不要影响到其他人的位置呢，来进行这个应援，我们都非常的欢迎。好，最后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呢，如果我们所有的演出者呢，今天结束后都有午饭的时间，那如果呢，你今天看演出，想要支持他们，想要跟他们再有更多的互动、拍照的话呢，都欢迎各位呢，进入我们演出，所有演出结束之后呢，会有午饭的时间，那大家呢，可以一起来送香圣旨喽。好，主持人讲了这么多话，很长，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听不下去了。我还没有自我介绍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喵。那今天呢 ，Linky Tour 的时间呢，会由我来一路陪伴大家。好了，我现在呢，想要知道一件事，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我就先让马奴再睡半小时，我们再开始哦。好啊，不行啊，你们这么体恤他，好，这样不行，这样我们今天有很多优秀的表演者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在时间内赶快全部都上台，好不好？因为如果我们在 delay 的话，就有点危险。好，再让我听到大家的热情，可以吗？